种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说要小心一点。对，可是你开始恢复人性了，意识到危险性。Jeff 是女生跟他要电话，他都给。任何人 ，Sure。黄立成算是还蛮好把的吧。你在夜店任何妹过来说可不可以跟你拿电话，你就给。我觉得可以给啊，对。长得随便怎样 ，OK 可以给的，没问题。那他如果真的约你出去吃个饭，好啊，有看有没有时间呢？因为他老板呢，夜店老板就要一直做生意、公关啦，对。没有，我觉得跟大家交个朋友都 OK， 男的女的都可以。可是万一他们要跟你合照什么什么那一类的，不是很烦吗？那没问题啊，可以，不会烦。拍几千照都 OK， 我是专业的。那万一就给你PO上网什么的呢？哦，这个超多的，你打我名字在污名上，全部都是我。超多的，看不完。你不怕他们就乱编故事，说我跟他都被编的好夸张，你去看。所以这样没关系吗？我怕那些故事都是真的吧？看着。